小晶，你敢会用的？我甲你斗相共啦。唔免啦，我袂造成大家负担的，你放心啦。好啦，小晶试看卖啊，应该无问题。 我这样就陪我练一练呢。虽然你会较好玩，有较慢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能够站起来。反正后盖来这的时阵，你就是伫咧踏浪，也是伫咧水里游泳。你唔免安慰我，安尼这会让我更感慨。
我还醉啊！啊，小金人哎！当时我们小金过一轮烟还平，你给我道歉，帮我找下官，这样才把小金人拦我。 无说你害你跋落水的，我甲在你无代志。宜萱，你若无你过来扶小金，你就等我回来嘛。小金是对啦，我毋是超工的，我你莫怪宜萱啦，是我家己想要起来。宜萱毋是超过伊，变互伊摔落水的，你看，伊家己嘛摔落水啊。 大家哦，拢无代志就好啦。好啦，来，先扶伊往担哥哥啊，跟他转来。小静，你先来啊。我可能拄则无说你摔落水的时阵，激动着啊。小静啊，我看咱来边检查一下，较妥当哦。唔免啊，拄则有淡薄仔疼，起码不要紧啊。 袂用啦，这是检查一下较好啦，吼、哦。真正唔免啦，唔爱耽误着恁去找护理师的时间啦，我无要紧啦。是啦，小金讲无代志，你家己无代志，先去你家讲讲，好，好，阿妈进来。 你是让你家照顾小青，再也不是这种代志。但是你讲的啊，大家今仔没代志拢好啊。